今天的你好吗？无论此刻是何时，无论你正在何地，什么样的情况，什么样的心情，与我平静的、缓慢的走过这段静心。你将发现今天是如此的不同，而今天才正要开始。也许你已经度过了忙碌的一天，也许你刚从睡梦中醒来，也许你的早晨并不那么顺利，也许刚才你与他的对话并不那么愉快，都没有关系，因为这些事情从来都不能阻止我们好好的爱自己。跟着我静下心来，深呼吸。我们忙碌了好一阵子，是为了什么？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与众不同，还是为了得到他人的肯定？心中为何总是这么在意别人对我们的看法，还有别人对我们的评价，还有更多别人的和别人的。怎么我们不与自己好好的站在一起？那个最了解我们此刻心中所想的，那个时时刻刻与我们在一起的，那一个无论春夏秋冬，无论悲伤喜乐，无论顺境或难题，疲惫或活力，依然坚持给我们心跳，给我们呼吸，让我们看见这个世界，让我们听见动人旋律，让我们能自由来去的这个自己。我们好棒，不是吗？此刻，如我闭上双眼，好好的感受自己，不需要任何人的赞同或允许，我们就是极好的生命，不是吗？从我们的体内散发出了无限的光芒与温暖，感觉到我们自己的脑后有着一道光，
指引着我们，将这道光散发出整个世界。我是有力量的，我是美好的，不需要依靠他人，我们能发自内心的满足与快乐。当我们与自己站在一起，外界的事物将不再困扰我们。我们依循着心中的那道光与温暖，过去的不幸都将成为今天的智慧，过去的错误都将成为今天的指引，过去的种种伤痛都将成为今天的力量。此刻的你就是这道光，照亮了自己，温暖了自己，同时也照亮了这个世界。无论你正要开始走路这一天，还是准备要到梦中去，这份温暖从你身上源源不绝流出的这份温暖，正滋养着这个世界。感谢你，感谢自己，感谢这个世界。